波塔卡纳是社卫城中一位富翁的女儿，十分美丽，父母又对她爱护有加，但她却爱上家里的一位男仆，和她私奔到离社卫城很远的一个村子去。离家多年，波塔卡纳怀孕了，依照印度习俗，孩子要回娘家生产，但遭到丈夫的拒绝。难道你忘记我们是私奔离家的吗？因为我身为仆人，身份低微，你的父亲是绝对不会接受我的。即将临盆的波塔卡纳仍不顾丈夫的拒绝，带着大儿子再次偷偷地往娘家出发。丈夫发现波塔卡纳已经离家，焦急地寻找妻子。丈夫找到她时，天空正下着大雨。那下不到了。当时波塔卡纳分娩在即，于是急忙去找滚烫的地方。当他整理场地时，却被一条毒蛇咬到，当场死亡。等到波塔卡纳分娩完，她发现了丈夫的尸体，内心自责又悲伤。举目无亲的她只能再继续前往社卫城投靠父母，但由于下了一整夜的雨，溪水上涨，她无法一次带两个儿子过河，就把大儿子安置在河这边，先带出生婴儿渡河，并且把他放在对岸，然后自己再渡河折返。这时候天空中一直盘旋觅食的老鹰发现了婴儿，而在这样的大儿子以为母亲在叫他，就自行迈向河中，但不幸地被强烈的河水冲走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送给我，送给我！波塔卡纳一天之内历经丧夫又丧子的锥心之痛，他悲伤不已，只好回娘家依靠亲人。后来他遇见一位从娘家来的老人。你的父母亲和兄长很不幸的在昨天的洪水中全部罹难了。听到这悲惨的消息，他彻彻底底崩溃。老天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波塔卡纳无法承受这一连串的打击，后来他疯了。啊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要干嘛？是我唤她来的，请让她进来。波塔卡纳，不要恐惧，你已经找到了内心可以停靠的地方了。在过去无量的生生死死当中，你为父母、丈夫、孩子流的眼泪远远超过了恒河水的数量，这样的悲伤痛苦如何才能止息呢？人不应该过度担忧世事的人，皈依觉者学习解脱的方法，精进的实践达到彻底的觉悟。听完佛陀的说法后，波塔卡纳明白了生命的无常，并且对佛法建立信心。从此之后，他出家为比丘尼。波塔卡纳精进修行，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，成为佛陀女众弟子中的持戒第一。而后他一生教化了大批尼众弟子，对佛教的尼众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